这位大叔，你刚刚手是不是放在不该放的地方了？你摸我了！我摸你什么了？摸你啊？你以为你谁呀？摸我屁股！你他妈神经病吧你！你刚刚手是不是摸屁股了你？没有，还狡辩是吧？我给你录下来了，你等着被抓起来吧！什么家？ 王金长，这位大叔，你刚刚手是不是放在不该放的地方了？你脑子有病吧？ 你瞎说什么呀？啊！我瞎说什么？你摸我了？我摸你什么了？摸你啊？你以为你谁呀？摸我屁股！你他妈神经病吧你？谁摸你屁股？你狡辩什么呀？你刚刚手是不是摸屁股了你？没有，没有，还狡辩是吧？我给你录下来了，我问你们是不是都看见了吧？看见了吧？啊，看见了。问你，是不是摸你屁股了啊？ 我告诉你啊，现在我证据全都有了，我全给你拍来了，你等着被抓起来吧。什么证据？你允许你拍了吗？你侵犯我隐私，你！别乱了，赶紧报警呀！别怕，我什么警？行啊你，前几天刚放你出来，这又要进去？刚放出来，这变态关了多久啊？24小时。才24小时？我说你怎么一而再，再而三犯案呢？惩罚太轻了，该治你狠点儿。 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刚刚谢谢你啊。你也不用谢我，我就这么个脾气。